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球姐，解开所有的疑惑。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小可爱们知道南岩吗？就是千万粉丝大主播级别的南岩。可是就在昨天呢，球姐陆陆续续的收到好多的小可爱们的评论还有私信，都说南岩的账号被盗了。那么二话不说，我们直接搜索南岩的账号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出来的并不是南岩，而是火火慢。我们点进入看一下。这个账号呢已经变成动态慢的内容，可是下边呢确实是南岩的视频。问题来了，在 YouTube 上南岩有40000多的粉丝，这个账号呢是被盗了还是咋回事呢？大家要知道呀，一般上大陆的主播呢都不会管优管，就是 YouTube 里的账号，一般处理 YouTube 里的账号呢都是公司，要不然就是搬运员。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账号，这个账号呢已经开了2年了，就在2年里面呢都是发南岩所有的视频。可是就在前两天呢，这账号名字改为火火慢，就连发视频呢也是动态慢，那不禁让我们所有人都想到这个账号被盗了。除了账号被盗呢，还存在2种可能性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这个搬运员啊不想再搬运南岩的视频，所以呢就转成动态慢的视频。第二种可能性呢，就是买卖账号，有人把这个账号呢转卖了给另外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呢就想发所有动态慢的视频，那才导致这个现象。当然，荧幕前小可爱们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关注球姐，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。